今天的主题是正思维，又翻译叫正志，志气的志。开始禅修之前，你可以选择做一点简单的伸展运动。只是刻意的深呼吸。利用那个膨胀、收缩。内在身体的这个运动，来提醒自己，注意力带到当下的触感，正在发生的动作。生命它牵流的感觉是，好像是不断的涌向未来的，所以你的方向感、你的选择、你的意向，很大程度在决定你会变成什么，心会被带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我们在静坐的时候，一个最基础的、很简单的一个意象，就是出离。出离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你相对安静的心，你清楚的知道，喧闹是没有意义的。你总为了那个世间肤浅的意见上面的争吵是没有意义的。人与人之间，他的利益纠葛聚在一起，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贪嗔痴上面的纠葛。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脱离开那样的境况，脱离开那个纷扰，脱离开那些肤浅的对于欲的追寻，那个竞争，心里面告诉自己，我不需要那个，我要练习的是从简单里面得到丰足，从简单里面得到满足。我要用一个不需要看别人脸色，不需要透过跟其他人竞争，就可以滋润自己的方式，自处。采用一个你喜欢的禅修的主题，十六圣行中的任何一个主题都可以。好比说，由衷的去品味着那种从出离而得到的那个笃定的感觉，那种清新的感觉，那个轻松的感觉。好比说，因为你下定决心要脱离开喧闹，脱离开欲方面的饥渴、竞争，所以身体变得轻松。那个轻松具体的触感，
当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清楚的方向感，你知道要脱离开什么，你知道要前进到什么方位。你要脱离开的是跟欲有关的担忧，你只要还在对欲在乎，在汲汲营营，在得失，你就会有担忧。所以眼前下定决心，我的满足感要来自于跟放松的身体相处，就在轻松简单里面获得。你知道你要脱离的是对欲的饥渴感。你看看你平常你的那个心，它都是被那个很想要，被那个迫不及待，那个抓取，那个动力所推着，所逼迫着。现在你要练习从那样的状态抽离出来，有任何一丝一毫跟欲界有关联的那个担忧，那个饥渴感，很努力的去扑灭它，或者很小心谨慎的看着他，所以你不要钻进去，不要被他牵着跑了，不要被他带走，不要因为他而忘失掉你的方向。你要前进的那个目标是让自己的需求降低，从满足里面得到快乐，从知足里面得到快乐。不需要很多东西，不需要忙乱的刺激，也可以安然自得。然后这个安然自得，如果你认真的去开发它，你可以学习怎么样的让这种出离的安然自得扩展，所以它润泽着你的全身。它覆悦着你的全身，那个覆就是有覆盖的意思，悦就是喜悦的悦，这是杂含经的言语。你让那个出离的满足滋润着你的身心，刻意的去开发，刻意的去感受，去用心的去品味。什么叫做润泽？润就是滋润的润，泽就是水字旁的泽，恩泽于民的泽。什么叫润泽？你内在要采取什么样的动作？你要怎么样的自处？你才能够让这样子的出离的喜悦跟轻松跟润泽全身。去探索什么叫做覆悦全身，覆有覆盖的意思，悦是喜悦的悦。所以你整个人从里到外没有匮乏，没有在对那个欲界在想念着，
那个被你抛到脑后的世界，它没有东西会吸引你。什么叫夫则？夫悦？夫悦，你要怎么样的用这样的这个经验来让你的身体喜悦起来？不要去追求那个很剧烈的既定的一个目标，而是在卑微的地方探索着，一点点就好，一点点的滋润。什么叫一点点的润泽？一点点的富裕，身体内部那个角落，它变得比较开通的感觉，它没有那么样的匮乏，它是被滋润的，所以那个地方感觉是满足了，那个养分都渗透进去了。那继续探索着，那这样这个感觉是变得更完整的。从头到尾那个方向感，你要趋向的是越来越简单越省力的动作，你的趋向是在放下包袱，在放下重担。在学习怎么样能够越来越不需要复杂的东西。去从简单的东西里面得到你所有所需的养分。这个是政治里面的李煜，李煜勋。政治的第二个部分，叫 freedom from your will， 脱离开对那个世间的恶意，它这个里面有一种愿意承担起你个人的责任，这样子的意向。对于眼前的苦，你不是只是怨天尤人，你不是只是把它怪罪到你的敌人的身上，是他们让你那么难受。而是去看自己能够在内在做什么样的工作，能够建设性的改变你眼前的这种匮乏，你的这种痛苦。用功去清理你的心，去净化你的心，去放下那个没有用的担子，所以你多出来的力气能够拿来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那个责任就是救度你自己，就去修正你的行为，把那个所有对这个世间的那种不满意、那种怨怼，全部都导向于我要拯救自己。我能做什么？努力的把那个能做什么那个部分做好。
所以你看待这个世间的不公义，这个世间的所谓的坏人，你看到的是生命本质上面的无奈，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要让你仇恨的对象，让你恼怒的对象，你看到的是生命本质上面的无奈。没有一丝一毫怨怼的心，只有那个百分之百准备好承担个人责任的那个动力。政治的第三个层面叫做离开害意，你去看一看你现在这种安然自处的方法，它是不是建立在伤害别人上、耗用那些资源上面的？眼前这种简单的满足、正知正念的在朝向解脱这样的过程里面得到满足，得到安适，这个是不用花钱的，这个是不用透过跟人家比较的，把人家比下去的。你长得比人家漂亮，你比人家有钱，你比别人读过更多的书，完全不必要建立在比较上。你在这一方面的受用只会使得你更知足，更不会放纵于欲望，对这世间的损害越减少。所以这是尊贵的自处的方式。还有那种世间高士，他一瓢食一壶取的那种尊严，那种尊贵在里面。我是不需要复杂的东西，也可以如此通透的满足，如此的安然自处。我珍惜其他生命他们的痛苦，所以完全不愿意有一丝一毫自己的快乐是建立在这个世间的痛苦上面，这个世间的不公义上面。那种几乎是不拿走任何的东西，不取用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不与世间人竞争，脱离开竞争那个笃定的心，脱离开纷乱那个笃定的心，脱离开为了那些肤浅的利益在担忧，在骄傲，在饥渴，在得失，
就算是你眼前经验到的安然自得是如此的卑微，可是你已经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出第一步来了。知道这个方向，知道这个感觉，然后看看你们能够再继续踏出下一步，去加深它，去深化它，去维护它，保护着这样的方向感。有任何的内在的声音，内在的意图跟这样子的方向感相左，你就要小心翼翼的对峙它，地处它，你要帮助你自己把这样子的意志力，把这样的方向感开展到你所有的动作都是服应于他的。你讲的话，你讲话的动机，你的动作的发生，你的内在的对话，是坚定不移的，还有超脱纠葛，超脱包袱，超脱执着。我要追求的是尊贵的，不复杂的，没有副作用的，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越来越是如此。虽然禅那它还不是百分之百如此，可是它是正在通往如此。然后在这个正在通往如此的道路上，我快乐，我满足，我确信。把正道里面的正定，也就是禅那，它直接就是从正智延伸出来的。如果你能够训练自己念以纪念没有间断的，以好比说满足为乐，以出离为乐，尽量的让这种笃定的感觉、清凉的感觉、离欲的感觉充遍全身，滋润全身，敷悦全身，那个就是在修学禅定，就是在修学正定，那个就是在修学禅那。你在训练自己不用透过回到那个引头的模式，你也不会骚动，你也不会躁动，你也不会坐立不安，训练自己的心，让它变得更少欲执着，更独立，更不需要病态的去依赖着什么东西，然后因为那个东西在害怕，在得失。
当你朝着这个方向，虽然是小步小步的前进，你就会开发不同种形式的快乐，扎实笃定的快乐，离开了欲的那种清新的快乐，离开了喧闹，简化了内在的活动，那个安静的快乐，那个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紧张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满足的，那种饱满的快乐，那种越来越不需要很多的东西，一种信念、自信心的快乐，不管你强调的是哪一个，它都可以是你自己的禅那风格的特色，那些都是好的，值得去探索的，那些是有价值的，去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跟你那个过去让你害怕、担忧、饥渴的东西相比，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有价值，什么叫做没有价值。重点不在于消灭所有的念头，如果你能够自然而然的安静下来，念头减少，念头不见，用直觉的方式引导你自己，那当然是很好的。可是如果你还没有能力做到这样，你真的要想事情，那就是坐正思维，让你内在自我的对话，内心里发出来的声音都在巩固你的方向感，在鼓励着你自己坚持着这个方向感，在调整着这个方向感，让这个方向感越来越精确。再一次的，你也可以选择不用用念头的，透过那种没有言语，可是却有价值判断的那样子的心意引导着自己。去帮助自己看到，虽然是简单，虽然是卑微的满足感，可是它可以细水长流，它那种稳健着、滋润着自信，那种不轻易的受到条件的摆布，你用最简单的操作达到大程度的休息，然后这种休息比起一般的休息滋味是更好的，因为你知道你在进步中，你这不是只是休息而已，你是在休息当中改变你的惯性，提升你的智慧。下定决心，
以这个作为你的满足的来源。你光是做到这一点，你就会关闭了无数的地狱之门。有多少的极度的愚蠢的动作，多少的那个自毁幸福、自毁长城的动作，都是来自于那个你还看不透的瘾头，看不透的欲，那个忍不住的怨天尤人，那种恶意，那种害意，这个是穿在身上最好的护身符，这个正思维。人生有这样子的方向感，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婴孩学步，一次只是一点点的脚步，只要你这样坚定的维持着这样的方向感，朝行道暮必得深静，暮行道朝必得深静，你就是乌龟，龟兔赛跑里面那只乌龟，你会完成这个竞赛的。但是你要坚持这个方向感，你要让这个方向感引导着你，无时不刻的尽量的以正念提醒着自己，这样子的方向感，以这样的价值观来评估你的动作，粗的去看到你的讲话的方式，你讲话的动机，讲话的内容，你的身体的那个姿势，它的改变，你的动作，它的从容度，它的着急度，它的紧张度，它的放松度，在细的地方去看到你的心，它对于境界所起的那些细微的动作，这样的动作有没有黏着，有没有被它吸进去，有没有为了它着迷，有没有在依赖着它，有没有在从中汲取快乐？就看这些动作，用这样子的价值观。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因为念头复杂而让自己散乱的人，练习不断的回归到最简单的技巧来，去把刚刚所讲的这些做法立基于具体的触感去练习，好比说怎么样把出离的那个轻松感润泽全身，处处敷悦，去允许你身体更多不同的部位在这个出离这个状况中得到疗养，得到滋补。不断的把你使用的这个技巧带回到具体的触的这个层次来，带到这个具体的动作这个层次来，是一个你能够感知到、观察得到动作发生的那个地方。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你的禅修的主题是观察那个正在放松中那个身体的触感，
你一边正在放松，一边在心中，它是有一个清楚的方向感，知道这个放松是为了放下负担，是要出离开欲，出离开执着，出离开喧闹。用这样的意象来帮助你放松自己，在同时维持着这个意象，你也是很具体的让这样的这个意象帮助你能够更有效率的放松，让你更笃定的放松，更确定这是你要去的方向。我再重复一次，让正思维帮助你的动作，让你的动作帮助正思维，正思维帮助你的动作，就是好比说你一边在放松你的身体，在调柔你的动作，一边在心里面维护着那个清楚的方向感，我要放下重担，我要超脱执着，我要放下那些没有用的紧，没有用的浪费力气的动作。你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在引导着你的放松，然后同时你的放松的方式也在帮助你的正思维。你一边在放松，一边更笃定是要往这个方向前进，一边放松着，你一边在心里面笃定的确认，让我越来越不需要依靠复杂的欲望，让我越来越不需要透过那种僵硬、逞能、逞强、打肿脸充胖子，又跑去那种竞争饥渴的状态，让我以简单为乐。所以这个正思维那个方向感引导着你所使用的禅修技巧，你所使用的禅修技巧在帮助你巩固着你的清楚的方向感，你的正智。
让我的需求越来越简单，让我的人生所要仰赖的东西最后精简到就是佛法，依靠的依赖的就剩下这个，从佛法之中所产生出来的乐，所产生出来的满足，所产生出来的信心，让我那种对于信心的需求不是来自于别人对自己的称赞啊，自己世间技能的高低啊，而是来自于佛法。然后到时机到的时候，训练自己连佛法都不依赖，连佛法都对于佛法的爱都放下，方向让那个欲，让那个需要，让那个依赖越来越减少，越来越简单，让你自己越来越容易得到满足，让你在这个世间，你在跟这个世间相处的方式越来越是不造成别人负担，不造成这个世间负担，不会去拖累到别人。我们对别人爱的那么深，同时情不自禁的把人家拖到水里面去，你要怎么样面对这些你所关心的生命，你才能不要把他们再拖下水去，让他们因为你而受苦。训练自己去安住于那个投资报酬率很大很大的刹那，汲取快乐不需要透过其他的人类，好比说不用因为对方喜欢不喜欢你，认同不认同你，你才高兴才难过，你只需要跟着这个离欲的触感相处在一起，就得到滋润。去练习用这样子的生命线
来作为你内在能量的来源。有价值的看成是无价值的，没有价值的看成是有价值的，这样子的人支持着邪智邪思维。有价值的看成是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看成是没有价值的，这样子的人支持着政治正思维。